上场，幸福连连，赶快跟着悠悠的脚步一起出发寻找幸福的源头。今天悠悠来到云林呢，耶，悠悠是马上要跟我最好的朋友来个相见欢，对不对？我们的公务处长王处长，我们欢迎悠悠到我们云林来玩，是不是？因为我们云林现在哈轻旅行真的是太方便了，很多人想要来这里两天一夜，是。坐高铁来最棒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交通越来越发达了，是不是，处长？对，到云南不用坐飞机。云南？对，云林呐、啊。云南。云南。是你不懂，哎，到草岭哦，我们草岭过去就是南投。是。到南投哦，接过来，接下来就到我们草岭哦，南投的竹山到草岭，两天一夜哦，到云南不用坐飞机、哦、真的是到云南不用坐飞机、欸、而且现在又疫情期间，对不 对，不用坐飞机来这里就对了，对，是，而且我们的交通很方便，很方便，你看哦，对，现在我们的这个南北侧都开通了，是，我们现在我们高铁连外道路我们从92规划到我们县长上任，对，陆力的把最后在之前规划的道路连续已经完成了，我们湛蓝北工区南工区在去年的5月完工跟12月底通车以后，我们今年继续努力哦，我们在我们的高铁站北的部分我们一标就桥梁标吴厝大桥跟云和大桥也陆续在7月16，还有我们二标，也就是从高铁到二轮二轮市区这一条二轮大道，所谓的二轮大道也陆续在7月16哦。那另外我们最后一段就是拓宽145吴厝桥过去到北兰嘛哈，北兰嘛，哎，下南，哎，下南哈，那这个大概我们在明年2月也会完工通车，也就是我们高铁连外道路总共5条道路，我们在明年2月会全部哈，这个整个基金大概36.7亿全部来完成。但是在争取的过程中，我知道我们的南侧争取的很辛苦，因为真的之前延宕超久的，可是最后我们用一口换一口的方式把它新建完成。哦，这个讲出来是真的很有故事性，真的，因为我们一上任之后，县长就。则成我们盘点，我们现在高铁连外道路为什么施工这么冗长？对，经过这样20年，怎么才完成一条而已？对、啊。哦，那另外这么多条，全最后一盘点发现，大部分都停工、停滞中。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地上后取得没办法，还有我们的水井一直跟这些农户啊有一些争执。为什么？因为补偿费太低了。哦，你要人家签一口水井哦，补偿人家。2万多，人家重新再设一口井要7万多，对，哦，那我莫名其妙土给你，土地给你征收了，哦，那我要耕作没有水，然后你要我自己迁移还要花5万多块，造成沿线哦将近70几口水井的农户全部集体抗争，对，所以造成公部门在推动这个时候就自爱难行，是，那现在一上任就是责成公务处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提出一口还一口。就是说，你们迁移的不用再出1毛钱。是。哦，那后来我们透过我们自治条例的修正，我们把补偿位，哦，把它提升到跟市价，所以现在都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就是因为刚刚一口换一口的方式，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南侧道路顺利开通了，但是更不简单的是我们的北侧，我们今年拿到了双金奖。没有错，我们在108年，哈，我们。县政府啊，首度参加国家级的公共工程的金质奖跟静安奖，那金质奖办了19届，我们第一次参加，我们就得到金质奖的，超厉害的。那静安奖也办了13届，我们去年参加也得到了静安奖的鼓励，也就是我们站北的桥梁标，是。那这个桥梁标是一个景观桥梁，我们后来命名叫云和大桥，所以命名过程也。成本我们社会乡亲我们将近2000多人来投票都投出来选出来叫做云和大桥，很美的名字。对，啊，云和它当然它的意义就是云林河就稻河那是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县那稻河稻米也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产量的东西农产品，所以这个名字很符合我们云林县的一个形象，哎，对，形象。那现在云和大桥我们晚上我们的灯雕我们晚上从7点到12点哈，灯雕那晚上都很多很多情侣啊我们乡亲甚至旅客都会到现场去打卡那个景也相当漂亮，我们也欢迎我们悠悠今天也来了，你晚上都有空到我们云和大桥去拍个夜景，相当漂亮。而且我今天上来2天1夜，连行李都准备好，怎么可以不去看一下夜景？对对对对对对。
高铁开通以后呢，我想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去年呢，在四月跟七月的时候啊，站南的北工区、南工区都因为啊我们的这个啊整个地上的补偿啊调整了价格以后，那顺利的也开通了。那再来呢，水井的一口还一口哈，那也顺利的哈啊还给我们民众一个权利。所以去年度呢，我们大概就已经呢哈完成了啊站南的北工区跟南工区。那今年度呢，在七月我们也顺利的将站北的啊云和大桥、吴厝桥都顺利完成，那只有剩下最后一标，就是我们站北的第四标。那这第四标呢，在明年二月一定会完成的。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高铁特定区周边的连外道路，往南往北哈，往东往西，我们顺利的把这样的交通路网打开以后，那么非常欢迎所有里外的乡亲常常回家看你的家人、看你的朋友。那还有呢，我们很多观光啊，这些旅客呢也欢迎来云林县。我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云林县，我们的观光旅游非常的顺畅，而且交通非常的方便哦，欢迎大家。